美方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，违背美国政府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，违反和歪曲国际法，蓄意挑动领土海洋争端，破坏地区和平稳定，是不负责任的做法。 我们对美方的错误行径表示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，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，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中方将继续坚定依法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安全，坚定维护与地区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，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。